曾明堅啦，咁我係喺美國咧嗰陣時係讀大學讀油畫嘅。冰島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因為喺我細個嘅時候，我已經係跟兒童合唱團去過嗰度表演。咁嗰陣時咧，我見到依一個地方咧係好似一個夢幻嘅國度咁樣，因為佢有火山啊，有瀑布啊，有無窮無盡嘅草地啊。咁所以當我十幾年後決定翻翻去冰島依個地方嘅時候咧，我就即係除咗係去旅行之外咧，都係想揾翻我一啲童年嘅痕跡。所以你見到即係呢幅畫嘅純淨啦，其實就係因為依冰係完全毫無污染嘅，當光照入去嘅時候咧，依啲咁淺嘅藍色就會照亮曬出嚟。呢塊冰就好似一個好美麗嘅雕塑，一個 sculpture 咁樣，但係咧。我哋知道咧，其實佢一日之後咧，可能就已經完全融掉咗喺呢個河嘅入邊。所以咧，亦都令我哋反思到，其實我哋人嘅生命係非常之咁短暫，所以我哋更加要去把握，即係去揾翻我哋靈魂所需要嘅嘢。所以我依一個系列就叫做《冰川靈魂》。